我要开这台车，先选了。你为什么声音有点怪？我最近感冒上你感冒你还来上节目？真的很想要会开车哎，还是你特训？我觉得你先特训你的喉咙。哎，喉咙太好了，喉咙太好，真的很羡慕会开车。没有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现在汽车的科技就越来越发达。对。比如说像这台车啊，一个女士她就有车道偏移的警示，然后紧急刹车的警示，然后还有疲劳驾驶的警示，各种警示来提醒，就是一直会提醒你。没错，那你说你车道稍微偏移一点点，我就想说我常常就是很怕我偏移，那你还是不要开车。A 姐，你刚刚说那个很高，然后怕坐进来会很压迫，而里面超宽的。对啊，我就说我之前开这台车去高雄的时候，其实它前座这样坐起来，你脚的空间也很宽。对，就是不会你不会很挤的感觉。我不会，你看我头顶这样子，还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空间，因为它算是有一点都会休旅的感觉，它空间使用非常的棒。而且它这个黑白配色。就是经典的黑白配色，然后你看它很多东西，那线条都很利落，有点那种方方正正这样子。是，而且该有的都有，你看像什么置杯架，该有的按钮。对，然后这边可以放饮料，对，没错。然后旁边也可以放，然后中间也可以放。是啊，早上就会习惯自己泡茶喝。你看它前面那个车镜子，清楚的，对，很宽。而且就像我这么矮，也不会就看不到。好了，我们到了，那你先下车，我去找车位。好，那你去停车。好，你在餐厅等我，拜拜。到了，炸鸡店第二间，好饿哦，然后吃炸鸡。姐来，这家店不错哎，也太快了吧？对啊，你去停车吗？对啊，因为那台车你知道体积比较小，很好停哎，太厉害了嘛！随便这样一顺，瞬间停好。怎么了？哎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这个先忙这个。还有啊，我知道，这是要打字的。五是之，之 J 是五，斜线是 O， 华中，华中，华中 ，U 一，然后 O 六，然后六是二声，录音场，华中录音场，好。再见。姐，这台车是不是很省油啊？蛮省油的啊，我们今天这样子开，平均每公升的油耗才22.1公里。这台车有一个对新手很友善的，就是上坡起步的辅助系统，就是说山路或什么之类的吗？是，因为你有时候停在斜坡上面的时候，新手最怕就是车子会往后滑。但它就是有上坡、斜坡辅助系统，你要起步也不会很困难，就不会让你车子往后滑，然后会辅助你慢慢这样往前往上。就是遇到各种状况，它都可以帮助。这台车呢，它总共有双镜头去主动侦测前方的车子啊，还有行人，这就是刹车辅助系统。那必要的时候呢，它也会主动帮你刹车。好久不见，怎么过得这么漫长啊？太久了，你们会不会有点太久？我已经在那边睡着了，睡一轮了耶。跟你们说，我们的题目真的很难。虽然题目很难，然后很烧脑，然后你解完一题还有一题。对，我们今天到底是在干嘛？而且在想，该不会我们来这里还要解题吗？还在吃吗？对啊，没有。可是我必须说，车子是好开的。对，我们开在路上的时候可以缓解掉我们刚刚的脑力激荡，没错，放松，就是边开车的时候是边放松。我刚刚一路上都开车还边称赞这台车，说，我觉得这台车蛮稳的哦。对，那我们可以开动，可以开动了，耶！开动，好开心哦！那我先吃可乐，先吃，我来吃薯条好了，吃这个。那我想吃那个，然后吃这个。